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道歉。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我让其他男人暂时爬到自己男人的头上吗？少阳，我要走了。去哪里？出去。你们在里面想办法，我去外面想办法。 你有什么办法？你别问了，帮不了的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少阳，你我经历了这么多，家破人亡之痛，你都经历了，难道要因为一时的失意对我冷言冷语吗？ 知道你不是真的出去想办法，是你知道你爹也来了，怕被发现，更怕连累我。你想多了，我是真的要出去，出去想办法。也许吧。 事情很快就会走的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